体育10月24日讯，活塞坐镇主场迎战76人，最终他们依靠加时以133比132险胜对手，取得开局三连胜。在本场比赛中，格里芬拿到创生涯新高的50分，成为本赛季首位单场得分50加的球星。格里芬还在中场前 1.8 秒完成2+1准绝杀，德拉蒙德在末节最后时刻吃到两次计犯遭驱逐，赛季第一个50分。格里芬准绝杀活塞加时险胜76人，费城 VS 活塞视频集锦。格里芬自投自抢强硬一打四数据，统计活塞对格里芬拿到50分14个篮板6次助攻，他在第二节独得22分，雷吉杰克逊拿到23分，伊斯梅尔史密斯得到21分3次助攻，布洛克贡献17分，德拉蒙德拿到14分16个篮板，2次助攻3次抢断。76人方面，西蒙斯次一缺阵，恩比德拿到33分11个篮板7次助攻，雷迪克贡献30分6个篮板6次助攻，科温顿拿到16分8个篮板2次助攻，萨里奇得到14分8个篮板4次助攻，富尔茨得到13分6个篮板，麦康奈尔得到10分8次助攻。本场之星格里芬缔造三项生涯纪录，格里芬此役打出了生涯的代表作，他整场比赛35投20中，三分球10投5中，拿到50分14个篮板6次助攻，50分创造了格里芬生涯得分最高纪录。他在2011年1月18日对战步行者一战拿到了47分。同时格里芬全场命中2.0球，也创造了生涯最高纪录，他投中了5个三分球，追平了生涯最高纪录。此外，格里芬的50分是本赛季 NBA 迄今为止产生的第一个50分，在活塞队史上他的得分能够排名第七位，前六位依次是斯塔克豪斯2001年57分，特里普卡1983年56年，戴夫丁1971年54分，亚德利1958年52分，亚德利1958年51分，哈密尔顿2006年51分。比赛回顾，活塞加时险胜76人，此役上来富尔茨跳投命中，为76人首开纪录，两队此后拉开对攻架势，比赛场面陷入焦灼。格里芬在本节中段突破的守候，奥米尔约翰逊暴扣还以颜色，76人以16比15领先。本节后半段两队依旧展开拉锯，双方比分一直紧咬，格里芬突破的守候，活塞21比22落后，76人领取4分，麦康奈尔篮下建功后76人取得5分领先，活塞随后回进一波 6-0， 加洛威伤来了首帮助球队将比分反超，随着萨里奇造犯规两罚全中，首节战罢，76人以28比27领先。次节回来，德拉蒙德篮下进攻得手，但76人随后打出一波 7-0，富尔茨飙中三分后，76人以35比29领先。在之后时间里，两队再度形成对峙，76人方面恩比德制霸篮下，而活塞的格里芬同样凶猛异常，他不断取分扛起了活塞的进攻。加洛维在本节还剩 16.5 秒造犯规两罚全中，活塞将比分追至61比64。格里芬在单场17投12中拿到28分，其中在单节拿到22分。下半场一边再战，恩比德跳投命中，76人取得5分领先，布洛克打成2+1，格里芬也上篮得手，活塞抹平分差。此后时间两队形成缠斗，伊斯梅尔史密斯上篮的守候，活塞以84比86落后，科温顿要中三分，恩比德也连中两球，76人打出一波 8-0 的攻势，将领先优势扩大到10分。伊斯梅尔史密斯上篮得手，打成2+1。第三节结束，活塞以87比94落后，末节上篮双方的攻守强度都有所增加，布洛克快攻上篮遭遇富尔茨顶板大帽，而格里芬后仰跳投则被遭恩比德扇飞，
活塞将比分追上。伊斯梅尔·史密斯在本节还剩4分30秒时飙中三分，两队战成了107平。进入最后决战时刻，中场前 42.8 秒，恩比德上篮得手，德拉蒙德抱怨吃到两次计犯被罚出场，格里芬跳投命中，双方战成120平。比赛进入加时，加时赛回来，格里芬和伊斯梅尔·史密斯相继命中三分，活塞建立6分领先，雷迪克不但打成2加1，还果断飙中三分，76人一波8-2将比分追成128平。雷迪杰克逊造犯规两罚全中，130-128，雷迪克打中神来之笔的3加1，帮助76人以132-130反超。中场前 1.8 秒，格里芬突破打成2加1，帮助活塞最终以133-132险胜76人。本场亮点格里芬隔扣扔比的，在第二节还剩3分50秒时，格里芬持球突破，在面对恩比德的防守时，他一个假动作晃动后，隔着大地单手将球狠狠砸进篮筐，霸气十足。大地戴帽格里芬复仇，在末节进行到中段时，格里芬单打恩比德，他的转身后仰跳投遭到大地的大帽。在这一回合里，恩比德算是报了之前遭隔扣的一箭之仇，双方首发76人，萨里奇、科温顿、恩比德、沙梅特、富尔茨、活塞、格里芬、布洛克、斯坦利、约翰逊、德拉蒙德、雷吉杰克逊、猫大熊、